的妈妈想你了。现在是早上的10:30，我们要接 Cody 出院啦。好，有点小舍不得，因为呢这边虽然蛮小的，但是还挺舒适的哈。不过也没关系，我们要准备前往月子中心，先去接 Cody 喽。然后我等下跟你们清点里面的东西。准备去振兴月子中心，还要付给 Cody 一个很漂亮的衣服哦，出院装，超漂亮的，一秒变遮阳帽。有没有出门了？在里面待了3-4天，原来外面天气这么好，我不知道，已经在3-4天没有出来。我们现在到振兴医院的产后护理之家，然后呢，因为刚才有测一下 Cody 的黄疸指数有点太高了，已经来到15，所以呢，他得送到振兴医院去照一下光。好，那他可能要两天之后才会回来。想他了。没事的，两天之后就看到他了。这两天不要来探班啊，看不到宝宝的、啊。我们进到我们的月子中心了。这间房间呢，大概就是我们这两天住的房间。真的只有两天哦。对，因为我们提早生嘛，因为我们预定的是6月11号，提早了快一个礼拜生，反正呢，就是因为他这边生意真的非常的好，那他这几天没有房间，然后我们要先在这间待两天，之后呢再去换到另外一个房间。他另外一个房间有没有更大还是什么，其实我也不太知道，我只知道的是贵了1000块。好，那我刚才呢已经把 Cody 送去照黄疸了，现在呢准备要带他去振兴医院照光，因为他的黄疸指数有点太高了，他大概要3天之后才会回来。那妈妈呢？这几天也可以好好休息。我没想你。好，这间房间也还不错，就是小小的，然后有双人床，这样我就可以不用再睡沙发了。这样的好，但电视有点小，很在意。已经很大了。环境很好，主要是那边 view 非常的棒，就是一看出去，给你们看一下。一看出去 ，Oh my gosh， 一望无际啊。嗯，感觉在这边坐月子心情就会很好，虽然不是我坐。我们现在呢要趁 Cody 不在，然后回家换一点东西，也不是我们啊，就是我，然后把一些东西拿回去换洗衣服啊，还是什么，有些用不到的就可以拿回家了。好，再趁这个空档的时间。Cody 妈妈想你了。好的，我要大包小包回家啦，回家换东西。换一下，换洗衣物啊什么，把不要的都放回家。拜拜。变装完成，回去找苏珊。依然大包小包，超多东西的。好的，准备回去找苏珊呐。你要去哪里？
我要去找我儿子，我要去把便当送给他。可是便当只有这样。弟，我们现在准备要去看 Cody 了。为什么这个时间呢？因为他有规定两个时间，早上10:30跟晚上6:30可以去看他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要去看他了。明天再见了 ，Cody。希望他的指数赶快下降，就可以赶快回到我们身边了。